我发现想要尝试画欧美风唇的宝贝都有过同样的苦恼，就是很怕会变成香肠嘴。来来来，今天带你们正确的打开欧美的风唇画法。先准备一支雾面的唇釉，还有一支遮瑕液，还有一支很小的扁头遮瑕刷。先用遮瑕液把嘴角发黑的地方盖一下。想要唇的形状更立体呢，上唇往下的方向折，下唇往上的方向折，像画一个箭头，把边缘晕染自然它。现在整个唇形的立体感就比刚刚明显很多。根据现在的唇形填色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唇釉往外涂一圈。千万不要贪心啊，不要以为多涂了就会更嘟，其实只会让你更嘚儿。唇峰中间连在一起涂，这样看起来会更翘一点。从嘴角往上画到唇峰的位置，注意唇峰一定要有弧度，不要变尖了。如果嘴角的位置涂多了没有关系的，一会儿是可以用遮瑕擦掉它。虽然现在看上去很奇怪，但是大致的一个封唇效果是有的。画重点了啊，用遮瑕修饰不整齐的边缘，嘴角抹一下，下嘴唇抹一下，唇峰就不要再抹了。整个唇是又干净又立体，